们不要这样热情嘞。哇，很热情嘞，你看那个哇。来到北干纳纳盛产黄梨的小镇啊，今天我们去 Hope， 去年来过一次啊，去年是在 Hope 的那个慈善晚宴，隔天啊，跟明智啦，跟 3P 朱浩仁等等，会有来拜访过 Hope 啊。这次呢，配合今年的慈善晚宴，我就想，哎，这次我就倒转过来，晚宴之前再去看一下。我们从GB上来大概30多公里，正常车速的话大概45分钟啦，如果塞车可能接近一个小时这样子。这是他们的义工发给我的地标，一上次我们去是全部在外面集合，然后他们的义工来带我们进去。这边左转，这边进去啊，对，印象中是这条，还有印象，还不错。然后到前面不哪里在玩 U 的是吧？后边成立15年了，所以这15年来不简单啦。佳佳阿姨啦，刚开始收留几只猫狗，然后结果越收越多，3000多只，吓死了。所以你看，这次我们慈善晚宴主要就是要筹集，园区内浪浪的那个整个园区的费用，每个月的开销。然后狗狗猫猫也是会生病啊，也会老啊，要看医生啊，医药费啊，还有结扎的费用。结扎，对，在 Hope 就是鼓励大家领养代替购买啊，然后要领养就不要弃养，结扎很重要。他们收回来的无论是猫狗啊，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检查它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就是结扎。你想象哦，3000多只猫狗哦，单单吃饭哦，狗粮啊、猫粮，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是这边玩吗？哦、好像是嘞。是吧？他没有照拍的吗？好像是嘞。好像是啊，对。对了，应该是了，因为这边你找不到的，他没有，他地址你打的话也是找不到。这个用。微缩的用 Google Map 都找不到这边吧，对不对？嗯，是吗？对吧？对哦，啊，对，看到，啊，后希望护生园，我们到我只能够说太震撼了，你一进来听到狗狗的这个叫声啊，在吠，然后好像在欢迎你这样子，然后它好像也知道我们在拍摄哦，你一过去，哇，成群结队的狗狗就涌出来看着你，哇，3000多只啊，各位不容易啊，啊不容易，你想象看他们每天要吃多少东西，他的狗粮、猫粮。每天的开销，每个月的开销，真的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数目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今年的，这个慈善晚宴“晴天十五载”，我们的这个 Hope 希望护生园的慈善晚宴在11月5号，在晚上的7点钟，地点在新山，这个 PMCC Paradigm Mall Convention Center 在 Level 7 7楼。啊，希望当天呢可以看到大家的出现，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个浪浪出一份力啊，来帮助他们。这些人生病了吗？还是？
以刚才最前面是大狗区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部分，然后我们进来，我们比较自由那边。前区哦。前区那边是跟大狗区有什么不一样？每一个狗区其实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它没有分可是这边会比较多生病的狗，就是前区会比较多生病的狗。对对对，所以会把有些其他狗区的狗，因为他们会照顾，会把它放在前区。OK， 所以前区是比较可以，工作人员可以比较专注照顾他们啦。因为我每次进来会进一进前区先，所以会先看这一区的狗。OK， 生病那些我们很不顾不到的话，我们就放前区咯。了解。嗯。翻新哦。哦，所以这边是在做翻新的工作。对。对，到时候大狗区的狗会搬过来一些在这里。大狗区会搬一些过来在这边。因为大狗区的门那些已经到过，大多数都是坏了，所以我们打算搬一些狗过来这边哦。啊，这里是猫猫的地方啦。啊，喜欢撸猫的过来，记得领养代替购买啊！你要找猫猫狗狗，这边很多，让你慢慢选，好不好？这真的哦，不是 display 的哦。哦，这只听起来是有点凶啊，工作人员跟我们讲说要小心。sorry 啊 ，sorry。啊，大猫房。还有他们的 playground， 喵。你看耳边看到猫哦，我爱心澎湃。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耳边这么有爱心了，你看。掉起来了。哦，他要跟你回家了啦，这只。这里的狗都是长上的，所以长上的他们也是有特别照顾哦。这些都是被虐待的嘛，应该是被车撞，有些是车祸、交通意外，有些是被虐待的。看到吗？打点滴、吊水的设备都有。啊，你看狗狗、猫猫的药物，你看。啊，要特别照顾的，所以看医生回来都有记录哦。是，工作人员要记得啊，哪一只狗狗吃什么药，然后时间到就要喂它吃药。他要帮狗狗清理眼屎哦，你看。他们一天要冲一次还是两次？残障房肯定一次。残障房一次。对，每。每天外面的话就不分的咯，可能一天只是冲一个十字这样子，因为太多字嘛，没有可能一天这样子冲完的。哦，一天可能冲一个十字，然后每一天这样子做的。哦，这个红红 marking 是冲好粮啊。对。哦 ，OK OK，、啊、所以有 marking 是冲好粮。啊，这才知道，因为他们到处走动了嘛，你不懂有没有冲到粮。啊，肿瘤梗后面有一个大大的那个肿瘤。哦，哎呦。不好意啊，很多次，因为那种细菌针啊、肿瘤针啊，其实打下去它会变成小，它完全没有变到。这些是放狗狗粮的咯。哦。反正两只是比较不服病的猫。是被传染的，等下会放在狗里的一个地方。对，这里也是储存这个狗粮的地方，狗粮储藏室啊。然后特殊病痛的猫猫是在这边，它有传染病，所以不能够在猫区那边跟他们一起。你当初怎么选择进来后这边管理这个狗场啊？其实我是因为一只狗，有人知道吗？其实我是北南的，然后同时因为我在工作看到路边有只狗，但是我也不懂要向谁求救。然后我就上网写咯，人家说打给这个打给 Hope 咯，结果 Hope 又帮我接了这个 case， 我才知道也有 Hope 这个团体，我才慢慢接触他们。我之前我是 part time 跟他做狗而已，从 part time 变到 full time 嘛，对对对，一年内够变成 full time 咯，够就做到现在啊。哦，
所以你本身之前是有养狗那些的？我在家乡也有养狗，有收留狗了。OK。嗯，然后是在这边的时候，我是因为租房嘛，所以我没有养狗。过后认识了这个团体过后，就开始有了，现在家里也是有狗了。你现在家里还养狗啊？有啊。你管理狗场已经整天面对狗，你家里还养狗？有狗跟猫。你家里几只狗？20多只。狗跟猫加起来20多只。家里。嗯。爽。对，所以我们很一开眼就一直忙到晚上了，等到半夜。很恐怖嘞。很恐怖，所以这个工作真的哦，每天我们猫跟狗，猫跟狗这样子。你不会怕的吗？你已经工作的时候面对猫猫狗狗，回家你还有家里加起来20多只猫狗。怕，可是他们也是很可怜啊，因为我收留的是蛮可怜的狗啦。哇。爱心澎湃，比耳鼻还澎湃。各位，你们看，真的，他们中心，你看这么恐怖，我真的觉得用恐怖或者用壮观来形容，对吧？3000多只狗狗猫猫，吓死人，大部分是狗啦。所以记得，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帮助Hope。然后呢，我们来临的11月5号会有这个慈善晚宴嘛？在 Paradise Mall 7楼 PMCC 啊，希望大家可以买票支持我们。哎，这是阿姨，Hope 已经15年了哦。对的，很快哦，一下子15年哦，眨个眼睛都15年了。现在每个月开销这么庞大，就是要靠大家的那个啊，对，要靠大众的帮忙，靠大家的支持嘛。是是，我们个人的能力也是真的是很有限呐，因为我们很细心的在照顾他们，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饮食，他们的医疗。所以刚刚看到有些狗的药还有分不同的，就是有放名字啦，然后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记得要几点要喂他们吃药 啊什么啊，所以狗生病那开销就很大，很大。然后老狗又很多哈、哦，你看15年了、哦，老的老，不在的不在，都是生老病死嘛，哦。为什么会这么多？就是因为当初我们从打狗车救很多下来，本来我们都不想救的，就是有些人打民众打来啦，义工打来啦，讲他的狗被抓啦什么啦，叫我们帮忙去赎出来咯。但是我们不去看还好，一去看我们就整晚都睡不着了，那些狗全部眼光光的看着 你哦，一直看着你期待的眼神。那时候打狗也很残忍哦，会硬硬扯出去啊，敲死打死的哦，拿棍。他眼神是很无助的、哦、对，很无辜也很无助、啊、哦，一直抖一直抖，躲在一个角落一直看着你，你就不忍心哦，所以救了一车又一车，一车又一车。但是我们搬救场搬上来这边都已经10年了，住处10年了，我们13年搬上来的。哦，所以你讲我们的狗老吗？我们的狗全部15、16岁了嘞。老狗哦，老狗很多了，所以变成了那边医药费啊很庞大，所以有时你又不能够放弃它，它最后的一口气我们也不能够放弃它，是吗？对对对对、哦就是、毕竟它也是一条生命啊。对，所以每次佳佳阿姨都会讲说结扎真的哦，领养结扎不弃养，这个很重要，对，很重要。所以如果家里你养狗的话，养狗养猫记得一定要结扎，一定要结扎的啊！我鼓励你们结扎，间接也是在帮我们哦。你结扎了，死掉就是没有。对对对。假如我们不让你踏出那一步啊，你生的狗是不是全部挤过来？我记得之前我们刚刚搬来的时候啊，有一冲凉日那天很多很多人，有一个人呢、啊、不懂是谁哦，拿着纸箱啊装了13只小狗啊，那个纸箱还是密封的啊，丢去门口那边，这样放在那边就走啊，走掉了。很晒，他也没有讲放在那个树下，后来幸好人家冲凉日啊经过看到了一笼狗在那边拿纸箱来装住，结果闷死了很多次、真的是很晒啊、真的是。是是。你也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嘛，至少很多树嘛，你放在树荫那边嘛。对对对，没有这样热嘛。是吗？闷死很多，这不好心做坏事。说现在这个现象比较少了，真的是。觉得有进步了啦，是真的有。我们做护身啊这条路一直呼吁呼吁，真的有进步了啦。不像之前啊，我们一看到纸箱我们就发抖了。不是猫就是狗了了。又来。这样如果说我们要帮助 Hope 的话、其实有几个方式啦、一个就是像我们、来临的11月5号会有这个慈善树叶、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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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晴晴15载 Hope 的那个慈善树叶大家可以支持、是在这个叫做 Paradise Mall Convention Center、就在7楼。
是、啊、所以你们可以去到 Hope 的面子书、啊、可以找得到有关的这个购票详情、嗯、是那除了支持我们的晚宴之外到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可以成为赞助人啊啊对 sponsor 对, 对不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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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天会很多表演嘉宾啦所以你们关注 Hope 的那个 Facebook 就知道了啊、嗯、另外其实还有几个方法你可以来减轻 Hope 的负担嗯比如说像领养咯啊领养如果你要买狗买猫千万不用买这边很多你可以慢慢选 OK、啊、是是再来就是可以助养对不对对好像我们助养小孩这样子你可以助养猫狗每个月固定可能多少钱这样子、嗯、也可以帮助中心减低他们的这个负担记得11月5号 Paradise Mall Convention Center 晚上7点钟我们到时见